观音山佛学社与北门里合作，日前在北门社区举办祈福的活动，希望借由宗教信仰的洗礼，让社区内能够更加祥和美满。今天哈，这个观音山佛学社哈，跟我北门里哈，一起来办这个所谓的祈福的活动哈，啊，很高兴哈，因为大家在能在佛前哈祈福，我们的国泰民安哈，风调雨顺之外哈，还有每个人呢都能大家都能说啊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财富无量，取得正能量。仙缘林芳宇表示，感谢观音山佛学社特别发心在北门社区举办祈福的活动，并且在活动中也特别宣导大家一起吃素食救地球的概念，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达到净化人心，让心灵能够更加平静。今天特别发心来到了我们北门里集会所这个地方，希望说把这个福气带给埔里人。所以今天特意过来做了一个素食以及简单的净化人心的一些活动。希望说大家能够一日素食，救地球，做环保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。同时利用这一个机会，短短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接触佛法，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新。副议长潘玄肯定观音山佛学社以及北门里长的用心，也希望透过祈福活动的举办，透过宗教的力量，让大家能够更加平心静气，进而能够让社区内充满和谐的氛围，让生活更加美满。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。